然后请师傅就是说，这次法会的时候，就是有个同学分享，他许愿清修，但是因为不干净，然后导致受报。然后我法会回来的时候，就听了另外一个同学分享，就是挺震撼的。他说有一对夫妻许愿了清修，同时度了很多人，但是有一次男同学他有一次喝醉了酒，然后就破戒行了夫妻之事。男同学违愿后就是不去忏悔，然后还懈怠退转了，三个月后就走人了。之后他就托梦给另外一个佛友，说他现在在天上的观音堂被观世菩萨审讯，因为他度人度了很多人，功德很大，所以才会有机会就是被观世菩萨就是去审讯，能够到天上去被观世菩萨审讯。如果说他不是因为度人的功德，像他这种违愿的事情是直接下到地狱去的。是的，很震撼。这个倒是你叫他写出来呀。赶快叫他写出来，马上放到网上去给大家看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例证啊！现在我们那些小朋友许过清修的，只要犯戒的话，马上报应重的不得了，神魂颠倒了，明白了吗？对对，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也随着就是修行的不断提升，也许愿清修了，但是可能自身的这个条件啊，可能有些可能不具足，所以有时候是挺考验自己的那种心。你要知道，你知道他喝酒啊，喝酒乱性啊，然后跟自己老婆行这个，就是等于跟人家女人一模一样。你看两个月拉走了，看不懂啊？懂。然后他还说，就是他跟小说，就是他的那个妻子啊。然后因为一直跟菩萨忏悔嘛，然后妻子就没有事情啊。因为妻子做了这种事情，女人非常敏感，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就下流了，就属于下流似的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说我们在就是在学佛当中，就是学院清修之后，然后还要不断的度人，因为度人可能会无形当中可能也会让我们能够脱离苦难。对对，度人的功德很大，你看他犯了这么大的戒，最后还要到心灵净土去。虽然是这个观世菩萨要对他审讯的话，也就是说要给他一种啊，这个给他对他一种不好的东西，也是给他个机会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